线一直出现在我的生活中。求学时期，我画线，喜欢标重点。出社会后，我为工作设定目标线，而且越画越高。结婚后，横跨在家庭与事业间的斜线，看似二选一，我却学会做对选择，换取资源，成了斜杠女性，不牺牲自己。然而，自我挑战让线的概念变得模糊。青春期的儿子难理解，想当好妈妈，却没有教科书让我画重点。原来，当母亲不能考满分，也没有终点线。数位变革下的媒体内容，数据技术的学问，浩瀚无边。已知和未知的界限，常刚画好就消失不见。这个时代，逼迫自己跳脱舒适圈，不画地自限是常态。领导者要有求知若渴的心，还得跨界学习，才能看穿水平线。对我来说，天下杂志不只是工具书提供线索，而是一个打开视野的管道。各领域意见领袖的精彩观点，让视线成了视野。我是唐新慧，我喜欢画线，更喜欢超越极限。